我老公说这里是德国的泰鲁格。我们现在要前往天鹅湖。哇哦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世外桃源耶。哦，嗨，大家早安，我们刚刚吃完简单的早餐，然后现在要去租脚踏车前往新天鹅堡。现在我们已经到那个租脚踏车的地方了，它就在露营区里面。礼拜三休息吗？那我们去另外一个 drive in 哦。 OK， 这边有开，他们还有租那种小小的拖车，所以你可以拖小朋友还是狗吧。 Hello，我们租到车子了，这一台是我老公的，这一台是我的。然后我跟他说我要那个篮子，就是篮子是在后面，感觉前面比较不会重心不稳。可以吗？啊，安全帽。出发了，我们到呼神的旧城区了。我们刚刚已经看到旧的天鹅堡了，上面的是新天鹅堡，下面是旧天鹅堡。我们现在已经骑到半路上了，然后发现这里有超多牛的，好可爱哦！而且他们有带那个牛铃。已经看到新天鹅堡了，在上面我们应该快到了，因为我们骑了20分钟，总共大概要骑40分钟，所以已经骑一半了，继续加油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很好玩，这个脚踏车超推荐的，因为它的路线非常的好骑，没有太多的上坡，目前为止都还算平坦，所以很轻松。看到新天鹅堡了，我们现在决定要在下面这边停我们的脚踏车，然后用走的上去。刚刚那个我们租的脚踏车它有附那个锁，不用怕车子被偷。然后这边好像也是可以坐那个巴士上去，露营区的人有给我们一张那个巴士的票，可是我忘记带了，所以我们就直接用走的上去。这里我来过了，我还记得那些马。新天鹅堡你进去，如果你要进去的话一定要预约，而且他们的时间抓得非常精准，不能迟到，所以你错过就是没有了。但是我上次进去过了，这次又不进去了。啊，旧天鹅堡。啊，跟了，有。这边是旧天鹅堡，从这边可以搭马车或者是搭公车上去，或者是用走的。我们现在要走上去新天鹅堡，大概还要再走个20分钟左右。现在那个玛丽安桥在维修，所以没有办法上去。我上次有上去，可是因为天气太烂，完全看不到新天鹅堡。今天天气很好，反而上不去那个桥。好的。感觉好像现在是电动车比较轻松，他们拉的比较没有那么辛苦。这边有那个入新天鹅堡的时间，所以你买票的时候，它上面就会显示说你是订什么时间。然后现在还是有人要进去的。玛丽安桥在维修，可是应该还是可以走进去。
我老公说这里是德国的泰鲁格加城堡。我们现在决定要下去了，感觉上面也没有机会可以看到青天鹅堡，明年再来。嗨大家，我们现在要下山了，今天就是一个健行的活动。对，可以近看那个青天鹅堡，但是远看没办法，所以只好明年再来吧。而且下一次如果要来的话，要先查好那个桥有没有在维修，已经来两次都扑空了。路上有一间那个 hotel 还蛮漂亮的，他有附那个餐厅，可是现在进那个餐厅也要戴口罩。我觉得他们现在有一些规定不是很统一，有一些地方要戴，然后有一些地方好像又不用。然后像巴伐利亚州他们都还是规定说要戴那个 FFP2， 德国有一些州他们已经有说只要戴那种一般医疗口罩就可以了，就要看地区。但我们那边就是要看你是要去什么地方，没有规定说全部都要戴 FFP2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慢慢走下山，准备回去。他在骂那个马吗？啊，不是。他骂谁？骂自己。啊，司机。嗯。我们现在要前往天鹅湖。我们好像到了，哇哦！我们已经到天鹅湖了，然后这边有很多人在野餐晒日光浴。这个湖蛮小的，好像啊，可以游泳吗？可以游泳，啊酷哦，天然的游泳池，欸，这里其实很不错欸，可以野餐，然后这里可以点咖啡，又有旁边又有天然的游泳池。我们现在要来点啤酒喝，因为太热了。然后这边的价钱还 OK， 没有说特别贵。哦，还有附杯子欸。哇 ，surprise， 啊，Danke。是我的。哦，我觉得是挺 brown。晒黑了吗？ Yeah. 德国人说，如果你晒黑，表示你很有钱，因为你有钱去度假。对。没错。你们不喜欢晒黑？我还好，可是我妈妈很不喜欢我晒黑。可是晒太阳真的对身体很好，因为有维他命 D。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天鹅湖，就是刚刚给你们看那个有天然游泳池的地方。对，然后这是很小的湖。可是这个湖，我刚开始以为只是给人家看，可是还是可以游泳，我觉得还不错。Yeah, fantastic.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世外桃源哎，可能。好香哦！刚点了一个薯条。他们的 mayonnaise 比较酸。哦，你看，好冰吗？
很脆。Pretty good.下面有一只鸭子。Guten Tag. No, 我吃光光了，太好吃了。刚刚我们点的那个忘记跟你们说，因为真的太好吃。这个薯条应该是我目前吃过可以排得上前三名的薯条。我们现在回去那个湖边看一下，有没有人比较少一点。In December, and the sound of the falling snow, the fireplace roars, the VHS movie. 这边水其实蛮深的哎，所以现在大家都跳水下去。你觉得这个有多深？五公尺吗？OK， 可是这里已经蛮深了，我觉得，所以这个不是不会游泳的人没办法下去。嗨，大家，我们现在准备要骑脚踏车回我们的露营区了。先去还那个脚踏车，然后开车回我们的露营区，然后我们再考虑说，可能明后天再来这个地方，因为我们太喜欢这个地方了，真的非常放松。他连那个厕所也不用付钱，然后游泳池也不用钱，都是天然的，所以我们想说可以带自己的食物还有饮料来在这边野餐，然后我老公可以去游泳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回家看看怎么样再决定。到富神的旧城区了。饭店也可以做那个快筛耶，很方便。我们终于到了，我现在需要吃冰淇淋跟喝啤酒。我们今天玩得非常的开心，然后我现在煮饭，买了马铃薯，等一下我还要做一个沙拉。放假的时候我真的很喜欢煮饭，因为我觉得真的非常的轻松，真的非常非常的美。我非常爱这个产品 Maggi Noodle Chicken Gratin， 这是为了面，可是今天我会用这个做马铃薯。好，我也放一些 cheese， 然后这样子，然后等三十分钟。嗨，大家，我们回到露营区了。刚刚我回来之后，我眼睛超痛的。因为我老公本来想要去超市，跟他说我没办法，我要马上回家，然后我就回家，然后去超市买东西，而且他已经把晚餐煮好了，所以我就是眼睛很痛，然后我就回来就躺着睡了，然后我现在眼睛比较好一点。哦，我做饭呢，那么好。对啊，选对老公了。哦，烤马铃薯吗？对，烤马铃薯。好香哦。跟芝士。谢谢你煮饭。Welcome. Yeah, good.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开动了。然后沙拉，我也做沙拉。哎呀，你看那么好吃，你马铃薯什么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吃晚餐了。今天就先到这边，我们就明天见，拜拜。按赞。